气象局预告，东海岸和东马一共六个州属在未来几天会持续下雨。吉兰丹和登加楼的雾树、马江、瓜拉尼鲁斯等六个县区雨势预料会持续到明天。登州的龙运和甘马晚、彭亨的关丹、北根和云滨，以及柔佛的仙山、古来、居銮等六个县区则会一直下雨到下个星期三。东马两州的个别九个县区预计后天起持续下雨两天，分别是沙拉越的古晋、香马拉罕、梅里、明都鲁以及沙巴斗湖、拿督、山打根等等地区。